滨海湾是新加坡城市发展的核心项目，规划当中考虑到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平衡关系，配合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政策，滨海湾的主要开发项目以人们的舒适作为设计的基础。随着主要项目的完工，滨海湾主办了亚洲首个可持续发展的灯光艺术节。在这不断更新的城市环境，灯光艺术节希望能通过提供民众和艺术品互动的机会，提高公众的能源效率意识，通过闪烁生辉的灯饰艺术品和充分应用节能灯光技术，灯光艺术节展示了滨海湾璀璨的城市夜景，汇集探索、交流、娱乐于一体，尽在滨海湾。